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国名意为肥沃之的好地方，是北美洲加勒比海北部的群岛国家。哈瓦那是古巴的经济、政治中心和首都。古巴岛是大安地列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首都哈瓦那在西班牙人殖民统治时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地区。古铜色皮肤的古巴老百姓过着简朴简单的生活，为了生计，他们要垂钓、表演、摆摊，辛勤、快乐、知足是他们的本性。他们和在来此休闲度假的外国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由于美国对古巴进行几十年的经济封锁，民众维持生活有诸多困难，但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的追悼会上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握手，凭借着 78.3 岁的平均寿命和 99% 的识字率，让古巴多年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极高水平。